我现在已经平安抵达了。欢迎。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在脱离父母的情况下来到一个全英文的国家。我第一次坐飞机呢。在飞机上嘛，大家都是纽崔莱宝宝，一起吃纽崔莱长大，所以我们就非常有共同话题。I can assure you that you will quickly adjust to being in Australia and will start to feel like Australia is your second home. 现在我要去跟我学妹一起上课。Lifestyle, and then we deliver to you. Make the eco-friendly a change, and we can make the world better. Is our design cute? Hi, Xiaodan. Hi, Xiaodan. She has a good education. She's really good at maths.They really big experience coming here and immersing themselves in Australian life.Really good group support, never giving up, always saying, come on,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Working really well together. We've been learning a lot, challenging each other, but having a fun time as well. So easy! 学到了课本之外的野外生存技能，获得特别棒。把我扔进野外，我可以活几天了。他是最开心的。我现在在昆士兰的博物馆，我们看了好多的动物的标本，琳琅满目。你要吃点无糖，一再吃点益生菌，好好消化消化你的肠胃。出来之后打开了自己的眼界，丰富多彩。我收获了很多友情吧，交到了很多外国友人，对我们特别热情，每顿都吃得特别撑。分开的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没想到我真正的融入了这个大家庭里，在我脑海中留下了特多的记忆。这次安利昆士兰游学呢，从十八个月以前就开始筹备了，在400多位孩子的背后，领队跟工作人员做了一个编外家长的角色，孩子们整个都在成长了，他们收获了新的一个自我。每一个细节的那个安排，我女儿觉得很贴心。生日快乐！打鼓这么一点点的小事情，他可是圈粉无数，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他眼中已经开始有这份自信了。对，我们家儿子也很期待，说下回什么时候该轮到我了，只要一满公司要求，我们都会参加所有的公司的游学活动的。把这些照片呢传输到我们的各个群里面，他们就在讲说我们也应该重新开始定了一个目标，像培仪姐姐一样，一起呢能够去参加这种海外的游学，而且是安利公司的。